12月4日，谷爱凌恋情疑似被曝光，与一位外籍男生亲吻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谷爱凌扎着王字头，身穿黑色棉衣搭配紧身裤，整个人十分消瘦。男子穿着蓝色棉衣搭配休闲裤，个子比谷爱凌高了半个头。一开始，两人正在滑冰，紧接着男子拉着谷爱凌的手并亲吻对方，谷爱凌也没有拒绝，而且非常配合。两人亲吻了几下后，谷爱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立马甩开了男方的手，继续滑冰。从两人的互动来看，看起来很是娴熟，应该不是第一次出来玩。很显然，谷爱凌和男方已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溜冰场这么多人，两人也不避讳，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啊。谷爱凌的恋情曝光后，很多网友都纷纷送上祝福，直言两人好甜。紧接着，有网友扒出了该男子的正脸照。上个月，谷爱凌曾晒出了与好友聚会的画面，当时这位男子就坐在谷爱凌的身上，能够看到男生单手抱着谷爱凌，两人对着镜头笑得十分开心。如今谷爱凌的恋情被曝光，最后也祝她永远幸福吧。